穿过这条马路就能到动物园了，大家再坚持一下。好。二阶升级大礼包。没错，宿主每次升阶的时候，系统便会自动奖励宿主一份升级大礼包。嘿，听起来很不错的样子。我记得成为一阶觉醒者的时候也有个大礼包吧？是的，主人。要打开礼包吗？打开。是神兽、美女保镖，还是上古神器呢？升级大礼包应该不会太小气吧？恭喜宿主获得血脉贤者，恭喜宿主获得瞬移符一张，替身傀儡一个，1000积分。嗯，没了吧？两个大礼包就开出这些个玩意儿？神兽呢？美女呢？那只是你自己歪歪的，不过能获得贤者血脉也很不错啦。这什么贤者血脉我能用吗？那有什么用啊？别揉了，要坏了，要坏了！你可以将它用到其他人身上，或者吞噬啊！这可是 A 级的血脉。吞噬其他人 ，A 级血脉。这么说的话，吞噬其他血脉可以让自己的血脉得到升级，而用在其他人身上，岂不是可以制造一支强大的军队？这么看来的确不错，先看看还剩下多少积分。积分什么？个十百千259000分。突破二阶奖励10万积分，触发隐藏任务击杀二阶妖兽奖励10万积分，另外还有完成探寻学校的任务奖励5万积分。发达了，发达了！他没事吧？怎么了？附近有其他小队。既然系统在这时候发布了任务，那肯定不会错。从地图标识，应该就1公里左右。同学们，附近有其他小队遭到了攻击，我需要去一趟。你们在这别乱动，我很快回来。兑换隐身符10000积分。这是隐身符，足以保证你们的安全。等我回来。这么多妖兽。是兽潮。难怪刚才一路上我们没有遇到妖兽，原来是兽潮。这得有上千妖兽吧。哎，算了，这任务完全就是找死。我可还没自信到能在上千头妖兽面前救出人来。那是飞刃枪。下是谁？